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do. Maybe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we'll be counting stars. 4年，我唱了4年，其实也是太古地产他们邀请我们的。对，然后就是有一件事特别开心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很多 office 的地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工作很闷之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举行一个音乐会，就是带欢乐给我们的观众，这是很开心的事。刚才看了他们的演出之后觉得非常精彩，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因为我们是在附近上班的人，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休闲的时间。一般我们香港呢都比较工作繁忙的，所以呢其实有些音乐呢是对我们来讲有一个调节。GMS News Cookie 朱秀熙。